作为名扬海内外的第一兔开发版的升级款，第一兔115凭借功耗低、逻辑资源多、存储器容量大、DSP 功能以及接口丰富等特性，可满足用户对多媒体、高品质图像处理、数字信号处理等各类开发要求，深受国内外高校师生的青睐。到目前为止，成千上万片的第一兔115已经在全球千余所名校实验室里安家，扮演着数字逻辑、EDA、数字系统设计等多项课程的主角，可谓是 FPGA 教育界的新一代实力派网红。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开发版的硬件配置吧。第一兔115开发版配备的 Cyclone4 EP4CE115 是 Cyclone4 FPGA 系列中容量最大的器件，拥有将近 115K 逻辑单元、3888K 比特嵌入式内存、266个 18×18 嵌入式乘法器、4个通用 PLL、528个用户 IO， 为用户设计提供强大的心脏。12伏电源输入口可外接12伏电源适配器给开发板供电，电源开关用于控制开发板上电或断电。 USB Blast 下载口内置 USB Blast 电路，支持 JTAG 和 AS 模式。模式配置开关可选择 AS 或 JTAG 模式进行电路配置。 EPCS64 串行配置芯片用于固化非易失数据。基本用户器件有18个红色 LED 灯、8个绿色 LED 灯、18个滑动开关、4个按键开关、8个七段数码管、字符型液晶显示器、可给 FPGA 提供时钟信号的50兆晶振、可外接时钟源给开发板提供时钟信号的 SMA 时钟输入接头、可给外部设备提供时钟信号的 SMA 时钟输出接头。存储器件有2兆 B SRAM、 8兆 B Flash、 2个64兆 B SDRAM、 32KB 一方 PROM、 SD 卡槽。应用接口或模块有 Type-A USB Device 接口，可连接 PC 端实现 Device 功能。 Type-B USB Host 的接口可外接鼠标、键盘等设备实现 host 的功能。24比特音频解码编码器带有音频线路输入、音频线路输出接头以及麦克风输入接头。TV 输入接口可输入模拟视频信号。VGA 输出接口可外接 VGA 显示器显示影像。2个千兆以太网口实现网络传输的功能。 RS232 串口支持 RS232 串口协议通信。 PS2 接口可连接标准的 PS2 鼠标或键盘。 IR 接收器可接收对应红外遥控装置的信号。扩展接口有40 pin 的 GPIO 扩展接口、14 pin 的 GPIO 扩展接口、HSMC 扩展接口，可扩展各类 GPIO 或 HSMC 子卡，其中可连接的有金 GPIO 子卡有 2.4 英寸触摸屏 LT24、 500万像素摄像头 D5M、 具有自动对焦功能的800万像素摄像头 D8M、7英寸5点触控触摸屏 MTL2、 SMK 电机子卡，可实现无线通讯、环境监测、物联网等应用的 RFS 子卡。可连接的有金 HSMC 子卡有 HDMI 数据发送子卡、兼容 HDMI 1.3A、 HDCP 1.2 和 DVI-V 1.0、 HDMI 数据接收子卡也兼容 HDMI 1.3A、 HDCP 1.2 和 DVI-V 1.0。 高速数字模拟转换子卡 DCC 双 AD 转换通道采样率高达150兆，双 DA 转换通道采样率高达250兆。
魔术数模转换子卡 ADA， 双 AD 转换通道采样率高达65兆，双 DA 转换通道采样率高达125兆。Optina 数字感应转接卡 AHA 可连接 Optina 并行接口影像设备。影像接收子卡 CLR 可连接 Camera Link 接口影像设备。DVI 收发子卡可提供高质量和高分辨率的视频信号。ICB 子卡可实现 RS232、RS485 和 CAN 等功能。COMM 子卡可实现以太网、CAN、RS232、RS485 等通信功能以及 DVI 发送功能。带摄像头的7英寸 LCD 触摸屏 MTLC。在有金的官网上还免费公开了丰富的 DE2 115开发版设计资源，包括板载元器件的数据手册，如音频编码解码芯片、 FPGA 芯片、网卡 PHY 芯片、存储器芯片等。设计示例应用如音频录制与回放、外设自检示例、 IR 接收器设计、 SD 卡音乐播放器、网页服务器设计等。英特尔大学计划实验文档如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电路图、实用工具如 Control Panel 工具，可借助 PC 操控 DE2 115上的各接口与组件，并自动验证开发板上的硬件功能。 System Builder 工具可协助用户轻松选择板载组件和有金的扩展子卡，来快速的建立 Quartus 工程，并且无需手动进行引脚分配和 I/O 设置。设计指南文档如软件工具、工程设计等介绍文档。用户手册如硬件详解手册、FPGA 和 NEOS2 入门示例手册等。另外 DE2 115开发版搭配各类子卡免费的应用示例都可以在对应子卡的系统 CD 中找到，而且在有金的 MyFPGA 论坛上还归纳了开发版快速入门手册及板卡使用 FAQ， 方便用户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智能问诊。在线上教育日渐成为现代教育主流趋势的形势下，为满足高校师生在线学习的需求，有金科技自主研发了一套专用于 FPGA 开发与教学的远程实境系统，英特尔 FPGA 硬件在线实验云平台。该平台适用于多款 DE 系列开发版，其中就包括 DE2 115这款开发版。有了这套云平台，学生便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远程访问 FPGA 开发版硬件，进行在线实操学习。如果高校有任何 DE 系列的板卡，并对在线实验云平台感兴趣，都可以通过邮箱来咨询有金科技，我们将免费协助老师搭建。除了有金官方提供的大量免费资源外，国内外的教授学者们也基于 DE2 115教育平台出版了琳琅满目的书籍，其中一部分还是高校指定教材或推荐参考书籍。同时，全球众多知名大学，如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等，基于 DE2 115开展了大规模课程教学，推出了许多优质的 FPGA 课程。对 FPGA 爱好者来说，这些星罗棋布的设计资源无疑是 FPGA 学习之路上的垫脚石。